我看朋友圈，叔叔阿姨最近来看你了。嗯。那他们没有要求要见见你的男朋友？啊，哎，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那个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虚构了一个男朋友出来，还要我给你友情出演一下吗？我一直都骗我家里人说我有男朋友。哎，那你就不怕露馅啊？怕啊，每次他们都说要见，被我敷衍过去了。嗨，你这弄的，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你说，嗯，哎，没事，下次他们如果来这儿有什么这种要求，你就跟我说呗，我可以帮你去这个，友情出演一下。我爸妈都还没催我呢，你怎么还着急上了？你这个演员是想开始你的表演了？你要这么理解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。对我来说，这么好的戏，我可以一直演下去，演一辈子。真磨磨唧唧，我都替你着急。我喜欢你，曹操。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你看，就是喜欢吃这一口，这一生其实是不是第二次？你看我摸这个啊。哎，嘿，厉害吧？你再摸着店门，你再。哎，那咱们就坐门口吧，这行不行？行啊，坐外边。哎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这能坐吧？哎，可以的，你请坐。好嘞，爸，我去买个柠檬水啊。记得给我点脑花啊！别喝冰的啊！嗯，好。你好，这是菜单。好嘞，水放这儿，我们自己倒吧。嗯，好的。哎，还要吃脑花是吧？月亮，你跟人借钱了？你这都哪儿听说的是啊？你别管我哪儿听说的，你是不是借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不用跟人借钱，咱们那套房子最近看房的人特别多，一旦房子卖出去了，你就把钱全部拿过去用好了。嗨，你这想多了，我这没到这份上的。创业有点波折，这很正常，你把心态调整好，有坎儿咱们就慢慢度过去呗。我不知道你窟窿有多大。那这房子卖了，总能让你周转一段时间吧。行，我也谢谢你，我还没到那份上，情况也没你想象的严重。边亮，我是认真的。以前是你挣钱在养家，我要开花店，你可以出钱帮我，为什么你遇到困难了，我就不能帮帮你呢？现在我在挣钱。我又刚接了婚礼那么大的一个单子，你呢？自从你去了那个谋财图命的公司，哎，那叫图灵，那叫。好，反正就是那个公司。你有过一笔稳定的收入吗？边亮，你怎么总喜欢在我面前摆出一副什么都能搞定的样子？你还说你不是大男子主义呢？谁？这么一说，你知道我立马反省了一下，还真是啊。我现在你说我还担心什么？你这儿这么能挣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说，我要真碰到问题，我肯定跟你说。完事，真的。必须啊。必须的。这一次深圳召开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展，很多业内大佬和投资人都会来，这可是我们推荐项目的好机会啊！是啊，这肯定也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，机不可失啊！关键是咱们现在资金也到底了，不抓紧机会，就没办法冲出去了。反正咱们从技术层面来说，经过之前的那个实践，我们在
原来的技术上不断的总结提升，然后又弥补了很多的后台漏洞，现在故障率已经远超及格线，啊，我们应该在同行业比较来说应该是优秀的。天哥，你说的这个没错，但是这些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啊。那他们现在对咱们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次测试失败上。嗯，你接个电话啊，你们先聊。是啊，我们也在这商量这次技术大会呢。哎，你等等，小白，你上次找我说的那些你确定吗？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。喂，喂，新东，你得帮我一忙。帮忙？帮什么忙啊？喂，领导，我这在这转一圈了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哈哈，你别着急，啊，一会儿会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到现场。这天都这么黑了，还有谁能来啊？别急别急，啊，马上就到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来，我们的实地演练测试。嫂嫂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？那天你在发脾气，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。但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与众不同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可能从那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只是时机不对，所以我就陪在你身边等。陪着你，还好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又发现了你很多很多的闪光点，让我那么爱你。爽朗的笑，清澈的眼神，你勇敢去爱，你真实的恨，这些都让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你说出来，因为我没资格。还好，我觉得我们一起也算经历了一些风雨，我才有勇气对你说出我喜欢你。也谢谢你，把我这个你生命中的友情出演，转正为你生命中的男一号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这个角色我想演一辈子，我下定了决心的。
从这个开始，我李少白就要珍惜、守护、保护你一辈子。真的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谢谢大家，真的，哎呀，我现在昨天太紧张了，人生第一次，但是有了大家的通力配合，我觉得太成功了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要不第一次就怪了，谢谢对，恭喜祝贺，小白、曹操，你俩的订婚视频全网爆火，一晚上点赞10万加，最主要的是花车用上了咱们的无人车，你俩火了，把我们的无人车带火了。这无人车火了，这公司也活了，有好多之前的投资人跟投资公司给我打电话都打爆了，说还要继续求合作呢。好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这个合同，赶紧签了，这无人车就可以量产了。可算是可以签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不跟我签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跟别的企业合作了，后边多少企业在后边追着我的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赶紧签了吧，把这事办了。行，我回去让齐总赶快签了。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东晓小姐还是要感谢一下的，还感谢你在后边的这个鼎力相助。我知道要没有你，这合同也不会签得这么顺利，这么快。感谢东晓，感谢。别那么客气。咱们俩虽然熟，但是你是知道我的。对于工作，我都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这个项目不值得投，我也不会帮你的。嗯，你听见没有？有公有私，关键还是有理有面。哎，行了，这样我就赶快回去了。啊，你们再坐会儿。行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通知你个事儿，廖维志退休了。哦。我记得这片、这片，还有这片，当时都没有的。没有，整个这片都是沿着海岸线都是填出来的嘛。这边不是，这边我记得很清楚。我看看。哎，呵，你下，多大岁数来花钱上？我什么下？下。啊，这边也应该是填出来的。哎呀，你说这深圳啊。这才多少年，这变化多大呀！是啊，从一个小渔村，发展成现在这现代化大都市，
奇迹啊！你是看整个填出来这一片，能想起来那个上古神话，精卫填海啊？那是神，人嘛，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很渺小的。哎，你看那个那两个蜘蛛人没有？啊，在这片楼群当中，只是一个小点儿，啊。我那些年，哎，就是怕自己出危险，怕拴着自己那根绳子有问题，所以老是拼命的抓着。我当时那姿势是不是挺难看的？你看这哪里笑的？行，你不用回答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。人生沟沟坎坎。能迈过去就不错了，你还管什么姿势啊？这是不是以前你跟我说的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教你了啊，教你都是失败的经验，我怎么退下来的你还不知道啊？哎，六十耳顺啊，我已经没什么想法了。要说有呢，就是有点遗憾，好多没实现的。唉，廖总没实现，但是廖老师可以实现，还是卞老师实现吧。哎，老师就是老师，你想想，在我之前那么困惑无助的时候，您一顿酒就能给我把劲儿给喝回来，重燃希望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以后啊，无论人生啊还有事业，少不了您多给我指点了。以前啊，你总是管我叫老师，可更多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自己当老师。我觉得咱们俩啊，还是应该是朋友啊。哎呀，我真是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，忘了我自己原来是一名大学老师。教书育人才是我的初心。忘本。你说如果啊，我现在还在大学教书，我会不会比现在能强那么一点？如果人生哪那么多如果呀？有时候你再努力，都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高度。但是你努力过了，你就安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师，您是用尽全力的去过每一天。哎，还是您厉害。您还是师傅啊？那老师，我把你经常给我做的这动作还给你。老师啊，就是老师，永远有您能教我的地方。您看，早晚有一天我也得退下来吧，我也得退休。您到时候啊，就好好教我如何优雅舒适的过好退休生活。退休之前，你必须要超过我。啊，这是所有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的要超过我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把我推下去？你别哭了，屎都快没了。
姐，你说我们就这点家当，我能都给他？那要看你是怎么想的了，在你心里是余光重要，还是钱重要？如果有一天，余光一贫如洗了，你们再也过不上像现在这样富足的日子了，你还会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这就叫啊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呀！哎呦我去，你就回头想想到今天这局面啊，你得总结，那是不是也是自己太一意孤行了？是不是自己作的呀？我那叫作吗？啊，我难道我就这一辈子啊，我就躲在我妈背后边，我就想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，我就不行吗？行了，该交学费得交啊。还好你们家交得起啊。行吧，该难受难受难受。我知道，很多人都觉得我李曼只爱钱，其实连余光都这么觉得。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是爱余光这个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。男人啊，生性好赌，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，他们都喜欢孤注一掷的去搏一把。如果你连这搏一把的机会都不给他，他以后会埋怨你的。他万一赌输了呢？那我跟周周到时候怎么办啊？那还有他妈呢，他妈有家底儿，不会不管他，也不会不管周周的吧？万一他要是赌赢了呢？那他肯定会特别感激你的。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，收拾情绪换上笑脸。李曼，在等我凯旋。钟钟，透支了身体，还要透支明天。心里想着躺平，洗把脸继续去卷。幸福背后都贴着标签。李曼。李曼，我回来了，洗脚了。能够交心的人少得可怜。嗯。偶尔擦出火花。露出马脚就会坠入深渊。都走了。都不回来了。眼下所有难堪。只为了保持体面，我要睡觉。嗯，床，床，上床呗。不惑的年华，大写的尴尬，还没绽放就有你了。熬白了头发，抛勾起菊花，脆弱是。一根稻草就能压垮，不惑的年华，大写的尴尬，用尽力气成一个家，分离思想，各西东南。爱的人笑了，就能解乏。是啊，能再撑一下。
你回来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不是说你自己能行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你守着你自己的就行，过去了。这个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这个是我的私房钱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从今天起呢，公司有一半是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现在你在这家公司里头，你一分钱赚不到，你会再背上一身债。我就是要跟你一起背债。咱们夫妻一场，我看不得你现在这样。我是你媳妇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管你遇到多大事儿，我都陪着你一起扛。我就不信这事儿咱扛不过去。咱从头来，咱把公司给搞起来。你可别忘了。在对付要债的这块儿，我最有本事了。来，拿去。一个傻丫头好啊，有我呢。沉住气啊！嗯嗯，别着急交卷子，知道吗？把题目看清楚。好。妈，你上车呀？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一块儿去吧，这么重要的日子。我没换衣服呢。哎妈，来吧。你坐前面。紧张啊！嗯，好吧，靠你自己了。好，爸妈，我先进去了。嗯，别紧张啊。嗯。这回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可不要。嗯，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嗯，你没觉得这段时间他长大了吗？只要他想好了，我都接受。走吧。那我先给你倒点汁儿，你。哎，我这滋儿的小油。再喝口小白酒，哎，滋滋啦啦。哎，小姐，怎么？我们今天不能喝。啊，来呗，来，倒点这个。你别闹了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喝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我今天召集大家来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呢，
跟大家伙儿宣布一个事儿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。啊，你说呗。我的战果，说。我有啦。哎呦呵，哎呦喂，不是，妈呀，真假的？真的。这可太棒了。谁的？我。我，祝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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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得祝贺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来，举起来吧。那我就以水代酒，好不好？这不是给你倒了吗？来，谢谢华哥，谢谢小二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这新童这嘴也严啊，都没跟我提过都。哎，那新童今天怎么没来呢？对啊，他正忙活花店，如火如荼的，现在是。小方子也考完了，也封着呢。来吧，走着。来。哎，小二，你今儿怎么了？那就不说话也。嗯。今儿怎么怪怪的？嗯。这新发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光头美女，你们没见过啊？这就见着了啊！浸润式乳腺癌。发现的早，我已经做完手术了。不是，那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？告诉你有用吗？哦，那你前一阵子去欧洲那是？我去英国就是去做手术的。是挺疼的，但是我都能忍。其实最接受不了的还是这新造型，我每天看着镜子，然后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真是有点接受不了。但是后来我又一想，新生儿不是也没头发吗？说不定我这个算是一次重生吧。你真的是太坚强了，你说的云淡风轻，没少遭罪吧？别这样，说的我跟快不行了似的。我发现的早，手术也做得早，现在就是吃药，然后复查就行了。是，我刚开始知道我得这病的时候，确实有点怨恨，觉得为什么是我呀？也有放不下的事儿。后来我做完这个手术，一下好像就打开了，也想开了好多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治愈，心理上的、物理上的。我呢，这辈子要面对的课题，这回我想明白了，就是放下，还有跟自己和解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能看见新的太阳，每天晚上能跟你们，我这些最好的朋友们吃一顿喝一顿，现在还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的老婆孕育一个新的生命，我真的特别幸福。确实，这有点突然。哎，但是你别说，我刚才在那盯着你看的时候，开始吓一跳。
仔细一看还挺好看，挺好看的。哎，不是人说了吗？说检验一个美女啊，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美女，就让她剃个光头。啊，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刚才说的也特别好。嗯，其实这些年，不管同乡，我们每个人经历林林总总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，沟沟坎坎。不管怎么说，能继续就挺好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来，来，来来来，老爷，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开心开心开心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此时此刻啊！为了此时此刻。为现在。此时此刻开心。开心。哎，你们往这边凑凑。完了，凑凑，我给你们拍张照片。对对对，拍照拍照，对对对，快快快来拍照片。来，你坐着。哎呀，你坐着，我带你走后边。来，老公快。来啊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？哎呀，这是。哇，哎，哈利波特魔杖，哇，皮球啪嚓，这是你那个梦想阿姨特意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。哎，这个太酷了，我带去马尔代夫这个。你要不嫌麻烦你就带呗。哎，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不去马尔代夫，那么好个地方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你以为我们不想去啊？我是这两天要做测试，走不开，你妈那店里边还没雇人，全是鲜花，一天也离不开人。哎，正好陪陪爷爷吧。哎，我说那牙具什么的不用带了吧，人酒店里边都有啊。带着吧，自己的好用。小芳，啊，来把你的洗漱包装起来。啊，行。嗯，装到你自己箱子里啊。记得真的，帮你收拾。哎呦喂，我的天哪！你这弄些方便面干嘛？别管我，别管我。酒店里边都有面包、黄油，我吃不惯。你这准备点。就是，爸爸习惯吃这个。哎，我还给你们洗了一点黄瓜跟西红柿，拿着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拿着路上吃。小芳，你记得提醒爷爷吃药啊。别忘了吃药。好好。哎呦呦呦，等会儿榨菜，榨菜，你先别慌，放我榨菜。哎呦。您不把电褥子带上去啊？别跟我耍贫嘴，快给我弄完行。对，我哎，好像李曼来了。是，好，我听他。哎，妈妈，他马上就下来啊。哎，走吧，快。来，重要的东西都拿好。行，我来。行，好。帮我护照什么的。好嘞。没什么东西了吧？什么药啊、眼镜啊，行，都带齐了。拿着护照，你不是有钱吗？有钱什么都不缺。对，有护照，钱全齐了。行，好嘞。小芳，到了那儿跟钟钟好好玩啊。知道了，照顾好爷爷。对，你甭下去了，我送你啊。别忘了给花浇水啊。哎。哎一路平安。这通麻花，行吧，看看这能清闲两天。哎呀，想想咱们那时候，到现在真是一转眼啊。咱们那时候可没有拍过婚纱照，
哦，好像还真是啊，这是不是得补上？哎，给你瞧瞧，你看我这项链好看吗？瞧见没？这个随时都留着的，你看见没？这两天是，耶，坏了坏了，胖了。哎，拿不出来就成手铐了。这拔不下来了，这个坏了。这怎么办？这么带着吧。挺好，就这样吧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